感觉就还是不错。再来，他只有打你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怎么会打他？他疯了。
你干什么啦？教我儿子很好玩啊，这个练习啊，教我这个练习好不好？我是最棒的练习员呢、欸，考试的时候我是最棒的练习员呢、欸。我都说学生喜欢找我练习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也这样。因为书上有讲一句话，你羽毛球要打得好，你要找一个很棒的练习员，愿意为球。对，我同事这样称呼我，我是很棒的练习员。我知道，我也爱你。可是你要我敬你，不要。朋友应该不会介意。希望。那你先见，我要帮你拍照，然后马上传给他，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做一件重三小。哇塞，那拍出来娃娃的 logo 哎，是怎样？哇塞，还有娃娃的 logo。我刚刚想说谁？我想要干。哇塞！不是，他穿起来都没有人打。但是分开，不过是他自己穿的娃娃七是单假的，是你要看他们那一对，两个人都是哦。对啊，这两个都是，刚好注意到啊。这一对很有钱哎。对啊，你去买那个还图，太有钱了吧？哇，这一对很有钱哎。对，这对娃娃赞助，这娃娃 logo。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。我先看到小雀，后来才发现那个林志的也是。没有，我是看到林志才发现小雀。我是看到小雀的。不对啊，小雀球拍球黑。现在只是一次。我想，哇，昨天的球拍有歪歪吗？没有印象啊。不是林志拍的。太精彩！哇塞，而且穿新鞋是怎样？新的赞助商，你知道吗？球拍是万万赞助的，鞋子是民众的。新的赞助商，裤子衣服不知道是谁，你知道？啊，内裤，哇，都不想研究。哈哈哈哈哈。有，听说这个有在卖，听说非常好穿，那你再买。哇，华克大衣嘛，日本华克还是大家都出了男性内裤，然后有找过淘宝的。我看过新闻，感谢你。我看看，可以吧？你可以穿，要去日本买啊？台湾没有，在日本卖的。台湾代购啊？我不要，不要，我进去，我帮你买一件。不要下单。城墙款下次也要穿。然后他不小心。城墙款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啦。真是你最干。没有啦，你看那时候三花本来就有，算。三花本来就有。三花牌做的。问他最清楚啊，纺织业的。三花在你的边。我之前就有蛮常经过，但是三花整栋哎，对啊，超大的。你看到那个，哇，穿到这个，我要在那个，哇，穿到这个。在中国门那边嘛，在那个新店嘛，北没有啦，北大道那边。哇，那边很大道。因为我有经过过，超大一栋。我有经过，我有经过，因为它是我有经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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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你要走台六四街还是台六四街？他们的胡同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对，没有，就是很大一栋，但是没有钱。三花有机烟，其实现在三花有机烟，你之前听我们下一个人讲叫这个东西，三花有机烟，台湾有些科技业已经在覆盖是一大部分的知识。不是啊，就好像一个魔咒一样，他想只有一个人的意思啊。下一个就说，你上车谁啊？宏达。然后拿电视这样。